鸡看一下。啊，肯定不能啃。里面有二氧化碳，嗯，就等会儿让他们来释放就行了，让他们释放就行了。哦，哇，很多哎！哎呀，出来好多油。你是原料？对，啊，对着我了，对着。能不能放得下呀？我都不知道哎。这小瓶放不下。啊，你这原料特好。这么长度的，他吃住了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不不不不不。你看这个油。啊。这个是 cream 的吗？啊，这个油，这个你可以试一下。这是油，可以搓到手上。有有是有。呀，你搓了感觉。然后搓了之后就是干的了。里面有二氧化碳。你上我灯看一下。还好用的这个瓶子放，要不然放不下。这个不是油，这个是精英的奶油，对吗？